请收看维新世界，来到我家看风水。天山天池，天上水，遥知金木半桃归，数天声声归心。我们维新电视台观众朋友，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处处长袁平法师，欢迎收看来到我家看风水这个节目。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每一天都生活在风与水的当中。今天我们录影的地点就在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千佛禅堂。禅机山仙佛寺位于我们南投县博信乡福归村66号。这里呢环境非常的优美，花木无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庭园。当你来到这里参拜参访的时候，整个五甲的这个大庭园的设计，是我们敬爱的宗主、创教宗主为浑圆禅师，他根据易经风水的法则所建设的。来到这里你可以享受到片刻的宁静，来到这里你可以吸到很多很多的芬多精。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师资培训处严成儒讲师。严成儒讲师呢，他目前呢在台南道场开班授课。当然严成儒讲师非常的优秀，他非常的认真精进学习，所以今天他成为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讲师，然后呢开始来把利益他人的易经风水法则来传给有缘的大众。那么现在就请我们严成儒讲师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你的案例，那也请你先介绍你自己。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台南19届也是麻豆道场初级7班的班导师严成儒，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那我们时常说我来这边也10几年了。那刚开始我也是寻寻觅觅找了很久，那后来才发现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生活易经。然后进来之后我真的很开心，虽然没说学得很好，但是就觉得很开心，因为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比如说我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住进去我现在住的地方是还没有进来这个仙佛寺，是还没进来。那进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那么多的不如法，才会产生我们的不如意。所以我就后来就经过努力的认真听师父讲课，听各位法师讲课之后才了解，哇，原来风水真的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能不信。师父混元禅师有开始，有量无好就无威，啊，有好无量就无贵，有量无好嘛无财，啊，有好无量嘛无苦。啊，请问吼，啊，咱到底是要选有财，还是要选有苦呢？我即马的厝，我现在的房子吼。是还没进中门之前就住进去了。那我刚住进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疑问啊。我住进去的时候，就是我开大概去你阳台吼在晾衣服，我遇到的都是隔壁都是男主人在晾衣服，一次、两次、三次，怎么每次几乎都是遇到男主人在晾衣服？我就觉得好奇怪哦。然后呢，我进屋我就跟我师兄讲说我们邻居好像都是好好先生呢，都是心好男人呢。他听到我这怎么在夸别人的老公，他就问我说是为什么？我说都是我每次上去都是遇到男主人在晾衣服，哇，很羡慕我说好啦，不然嘛，输人卖输丁明天换你上去晾这样然后他就顿了一下，就说，因为我都要喝杯熊班。对了，我想也是，因为我在上班都比他晚一点所以我上去晾好像也很自然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了怎么连出去倒垃圾，几乎都是男主人在倒垃圾。难道是我真的是我较歹命吗？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别的女主人都这么好命？为什么就是都是我在做这些事啊？不是我们懒惰，也不是我们乾坤呐，只是想说怎么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后来呢？我就看到了师父也开始，咱有龙门有虎门我就知道说，怎么有龙门虎门？好，这个是我家的那个，这一条是路进来，第一栋这里全部都开龙门，然后呢转进来这里是巷子，是我们第二栋跟第三栋这个合起来是一个中庭，一个大门，然后呢他们也都是开龙门，只有最后一间这里是开中门。然后这个就是我家，我家就唯独我家是开虎门，好，这是我家的虎门因为也不适合开龙门，都要喝底家因为安尼中庭里边都是会炸掉的，所以也不适合开。好，那我就终于了解到，那师父有开示说，因为龙啊就是主导者，就是像我们左辅、左丞相、右丞相这样。好像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一边是观世音菩萨，一边是大势至菩萨，所以咱地理哈，地理顶管嘛是爱有青龙加白虎啦，所以上好是这个龙虎哈，拢会当平均。既然这样，我又更奇怪了。我们同一个社区哦，而且在同一栋哦，不要说我家对面那一栋啊，就是跟我同样，就我隔壁而已。我们两个门是放在一起的。那为什么？为什么人家就是这样？为什么我是这样？怎么差下贼呢？后来啊，因为我有进来读了《易经》风水。我也懂了，说什么叫做龙门虎门，那就是因为我们社区全部都是开龙门，就是我们家只有我们家是开虎门，
那我就想讲，啊，那是因为这样，才会我比别人较歹命嘛。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哈，我就开始一直在注意一些，都是开虎门的男女主人，啊，我就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个是几个朋友的社区啦，那状况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让大家就是参考一下这样哈。像这个社区 A 社区，这个住在一号的这个地方哈，住在一号这个地方哦，是男主人他出去赚钱打拼，然后女人在家哈，美其名我们叫做相夫教子啊哈，那。回来哈，倒垃圾、打扫也都是男主人在做。那住在二号这个地方，哈，他也是一样，打扫整理啊，主动追垃圾车的也都是男主人。那住在三号这一间呢？住在三号这一间呢，是女主人打扫整理，出去倒垃圾。那男人做什么？当安乐工，哈。那四号呢？四号这一间呢？好，四号这一间是男主人出去赚钱打拼，女主人也是一样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呢，回来还是一样是男主人，啊，都是在打扫整理倒垃圾，哦，都是新好男人。那住在五号这里呢？五号这一间，因为啊，这里是女主人出去辛苦赚钱。啊，男人也是一样在家当安乐工。那住在六号这一间呢，就是赚钱打拼倒垃圾打扫也都是男主人一手包。我想讲哦啊，真的同样一个社区，是安怎才会差价多？所以我又继续研究下去哈，还有第二个社区，像这个 B 社区也是一样，情形也差不多。同样是这样的情形，那住在这个社区哈，湖边比较长的哈，大多都是女主人出门去倒垃圾，那男主人哈当安乐工啦，那男主人哈只负责大事，但是呢，我们家中哈就无大事啊，家中都是小事，所以都是女人在处理。哦，所以那另外呢，如果是住在龙边比较长的，像这个住在龙边比较长的住户呢，听到垃圾车的声音，哦，冲出第一个去倒垃圾的大多是男主人，而且呢会在家帮忙，啊，打扫整理，啊，洗碗啊，啊，洗衣服啊。有一次、哦，像这一间这个，有一次住在四号这个。有一次啊，他们有一群朋友要去吃饭，那男主人说哈，啊，我先骑车来给您预约占位置，因为那一家的餐厅不好定位，要现场去预约，好啊，所以他就骑车先去啊定位置，结果哈，他们在家聊天嘛哈，啊，就等了30分钟之后，男主人就打电话回来说。还在排队哦，那朋友说啊，真歹势，啊，让男主人去排队安尼啊，啊，女主人讲不要紧，让伊排啦，让伊排就好，因为阮家吼是龙边有力，吼啊，男人有行动力，啊，唔免你教吼，伊家己就会去做啊，吼啊，女人乖乖吼，在家就等时间到吼，去吃饭就好吼，啊，咱特别要讲的吼，这间。就是这一间第五间这一间，我们特别要提出来哈，它也是一样龙边有利，这个第五间，它也是龙边有利，但是很可惜，哦，他把前院的车库哈，因为它另外一边哈，它是在最边间嘛，它应该是很好，可是他把前院哈车库那边全部都封起来，封死了，哦，都只剩下一个前门在进出。那这个男人真的是出去很认真打拼，那女人呢？女主人在家就真的负责打小孩、骂老公，连隔壁的邻居吼拢听袂落，拢都想要去给他报迄个家暴哈，讲伊虐待儿童啊，可惜哦，他们还没有去，这个女主人反倒
就打电话报警呢，报那个环保局，讲隔壁噪音太大，哦，就报了好多次。那环保局来测量，原因是什么？讲因家的厕所开关太过大声，怎么会呢？就是开关砰这样而已嘛，哦，那弄得那个警察也是啼笑皆非啦，哦，这个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全部都封死了。啊，你空气没有对流哈，它就是会产生一些病因，啊，病源在里面啊，所以我就有发现说，那个女主人是不是有严重的忧郁症，还是幻想症？所以她是一点点噪音，你看连一个开关，她就受不了了哈，所以。我真的有一股冲动，想要拿一本小羊仔去放他家的那个信箱，哦，可是他们家是有监视器，我也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呐，哈，哎，也是真的很想解救他们家的那个可怜的家人呐，啊。再来，我们说到这个西社区，这个也刚好都符合师傅开示的，像这个一号，他这个虎鞭长哦。然后又虎回头，这个女生哈，刚好自己在做事业，然后呢早上8点就去上班，一直到了晚上大概10点11点才会回到家。那住在二号这个哈也是虎鞭比较长，女生呢自己是开药局的。那住在3号的这个是她。龙鞭比较长，所以这个男生他也是自己开店。那4号呢，这个也是男生自己开运动用品店。那5号这个呢，这个是全社区都是3楼，只有他们家是4楼啊，他又是虎高，然后他又虎比较长，虎鞭比较长，然后又比较高。所以呢，啊，他又没有龙鞭，所以呢，男人啊，每天出去，他们家的男人就真的每天出去花天酒地，哦，所以他们家的男人哦就比较没有担当，啊，女生都比较强，哦，他们家的女生都比较强。那以上的介绍呢，是我大概就是这几个社区观察起来就是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刚才呢，我有介绍说，我们家社区全部都是龙门嘛，只有我们家是虎门嘛，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哦，就感觉哎，都跟别人不一样，哦，然后我又是虎回头，啊，大家吼，就是讲大家拢抽到时间啦，吼，但唯独我抽到迄个烦恼飞机安尼啦，吼。那经过我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之后，哈，几番的挣扎，哈，我终于改成龙门，有转向成功，就改为龙门，然后又龙回头，哎，这个有趣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哦。我家师兄呢，以前呢上下班跟公司是一模一样，然后上下班哈也是一模一样。那以前呢总是我倒完垃圾他才会回到家哦。那改完门之后哈，哎，现在回家的时间都比垃圾车早到，然后他就会自动去把垃圾整理整理，然后拿出去倒，还真的很有趣耶。所以这个风水真的很奥妙。你不相信都不行。好，我们谢谢严成儒讲师跟我们分享社区的风水。社区的风水呢，会我们跟人家住在一起，如果你跟人家不一样，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慈悲开示，
在我们的家，我们对出去，啊，看出去，我们家看出去的左手，这里就是青龙方，右手就是白虎方，那么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明堂朱窍，朱雀明堂，后面就是我们的靠山玄武。那一般呢，在风水学来讲，假如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都是开龙门。胡连禅师开示，龙水来，咱的水呢，为倒手边来，龙水来开龙门。哦，湖边河水来开龙门。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则。龙水来代表大吉昌，代表你有贵人。啊，直接带你家的人，你出门有贵，出门来外拢有贵。他是讲河水若来，哦，河较长，河较宽，湖边比较高了，湖边呢有人在动了，那么你住在这里的人就会比较不平安，杂七杂八，琐碎的事就会很多，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宅运。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他就是家里事业做得很大，但是呢说拢定定无存钱啦，吼，啊唔知是安怎，那就邀请我去他家看。那我看了走一走，我看到了他前面吼是下卸的，吼，然后我又走到二楼看，他虽然是在龙边，吼，有一个水池。可是他是细煞叫，呼呼的叫，就是很哦，安尼就是很冲的很快，安尼足大声。好，那我也是请他说，这个要改成没有声音。你虽然在龙边哦是不错的，但是要把它改成啊，没有声音。然后又走到里面呢，男女主人的卧室，这个女主人呢，我一看到之后，我就问女主人说。哎，你的腰是不是时常在痛？哇，他就把你当神仙看了哈。他说：“老师，你哪在？”哦啊，因为哈，他刚好有一个柜子，刚好是射到他的腰嘛。那我就说，你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柜子啦，你要赶快把它挡起来，要不然这个就要赶快做掉。这样哈，他说要请装潢师赶快来做。这样哦，然后又走到。女儿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呢、啊？她就一进门就拿一个屏风把她气挡住了。伊讲我啊，不是卖红看到眠床较好。我说你接气比较重要吧，所以又叫她把那个屏风把它改掉。哦、然后又这样绕了一圈，又发现啊，他们最顶楼的地方，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旋转的那个抽风马达那一种。哦，在他刚好是在中宫啊，是在后面中宫。我说这样也不行，所以就请他要把它改过来，然后又走下来之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老师真准呢，啊，伊的钱唔知要安怎开，拢存未掉，拢就是有赚钱，但是拢欠未掉，啊，那。后来就叫他把那个金库的位置哈，因为金库哈，他放着是顺水流啦，哦，那所以就叫他转个方向哈，啊，就把它改好。那改好之后哈，就没有听到他在哀哀喳喳了这样。然后前面的那个明堂前面的那个他有下陷，我有叫他做一个那个门槛，哈，就是小小的一只门槛哈，这样挡住就好。他说：“啊，那该个加干单的货，对，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因为我们是生活易经，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啊、让你们家啊、扭转乾坤。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风水学不是迷信之学，事实上风水学就是风生水起。那么，我们师父胡连禅师还特别开示哈。”因为你风水学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在我们胡
维新圣教啊宗门里面有一本啊《阳宅风水学》啊这一本啊结缘的书，我们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我们全省的46个分寺道场来索取这本书，你可以直接参考书中所写的、所开示的啊，来改进你的家庭，相信你的家会非常的啊平安、吉祥、如意。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啊观赏啊我们的来到我家看风水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啊平安啊的法义的风水法则，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阿弥陀佛。